你怕不怕鬼？如果我告诉你有样东西比鬼更可怕的，你想到什么？人心难测，人类可以为了一己私欲自相残杀，为了欺骗对方用尽诡计，只是这一点人比鬼更恐怖。在十集里面，我们用十个独立的故事，用悬疑惊栗的手法，重温一个又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离奇事件，用最灵异的角度去分析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故事。事不宜迟，马上进入大恐怖的迷离境界。在大恐怖里面的迷离煞之中，我是林一。我是一位拍摄惊栗片很有经验，获奖无数的一位导演。好的编剧又或者导演，他必须具备一个条件，要横横地。我平时是依靠吸食大麻去获取创作的灵感，但是去到干涸的这一日里面，我发觉我需要一些新的方法去启发我的思维。你还是想不到什么出来的话，你去死你。还差一点，我就想到应该要拍什么。我终于试过差不多死了的感觉。我在幻象当中希望可以用一宗真实的谋杀案去变成我的创作的蓝本。如果要用一单完美的杀人案来做桥的话，一定爆红。不会没的，没就自己做咯。什么什么人近排我写紧一个故事，因为呢个故事系为你而写，我咁样系爱你，你唔好中意咧，迟啲你会明白，你牺牲嘅系好值得嘅。成个拍摄过程当中，我谂最有趣嘅系要同一位十八岁嘅新演员建立即系互信啦。你唔系好中意我嘅咩？冇可能。冇可能噶，我唔会信噶。迷离煞亦都系其中一个非常好重要嘅人物啦，吓就系监制、编剧同导演，令佢都会对我有耳目一新嘅，因为我系冇改个剧本嘅。唔系样样嘢都有因果嘅咩？我只系解释俾你听，点样用佢嘅因做我嘅果啫。阴阳人咧就有双重意思嘅，咁字面解啦，阴间同阳间嘅人啦，同时亦都有男女同体，亦都叫阴阳人。咁成个古仔就系纠缠于呢两个咁嘅意思里边去交替地去进行。好想好想红，好想好想搵好多钱啊！咁你嘅成长背景同你做小三有冇关系啊？绝对有，对唔住，我唔应该做人小三。做小三，仲要出卖老豆嘅私隐。一直以嚟同我相依为命嘅妈妈，竟然系爸爸嚟嘅。其实拍呢个戏咧，就最大嘅难处，以上嗰两个意思，我都未经历过嘅。所以就係困難就喺呢度。你中意我做爸爸定係媽媽？係你自己揀，你一定會中意噶。
前人是我刘强杀的。如果我痛苦可以带给他快乐，作为父母一定乐意这么做。咁呢個碎屍還魂咧，我就做阿靜啊媽媽。阿偉，你阿媽，你阿媽，我真係唔識啊，走啊！你唔好再喺條街度叫我啦，俾人知道我媽倒垃圾，我點抬起頭做人啊？一個家庭培育咗一個對個媽媽唔珍惜嘅仔，有骨氣你攬住層樓做咩啫？而家叫你賣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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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除非我死啊！厭惡自己個母親，產生咗要有殺母嘅念頭。對啦，你阿媽咁大聲做咩啫？係咪驚啲人唔知啫？媽，你翻嚟啦，等你好耐啦。我拍呢個《碎屍還魂》咧，其中有一場戲叫做《最後的晚飯》。咁阿媽回魂夜翻嚟煮最後一餐飯俾個仔食。我想煮最後一餐飯俾你食，剁肉要剁細細嚿，人肉都係咁。而殘忍無止錯啊！呢個《碎屍還魂》我就最新鮮的就是我第一次被人用保鮮紙包住個頭擠入雪櫃。記者咁啊，諗住咧就用一啲誇眾取寵嘅方法啦，將新聞咧樂趣化咗，就用動畫嘅形式咧嚟去表達。好多時候都過火啊，得罪咗啲大家見唔到嘅嘢。唔使寫得咁賤係嘛？我咁寫，啲人先識笑，識笑 hit rate 就高。哇！但你話到人哋因為趕住打牌而冇命，唔係好尊重喎。話曬人都係枉死啊！你唔驚嘅咩？哼！我真的很害怕，我害怕他回來找我算帳。仆街啊，是不是笑我們鬼尋仇會不會被人拘捕？你就是那個記者，你回個頭我神經病，你回個頭我鬼啊，這麼多的鬼大佬，有什麼事啊？你以後做新聞不可以再利用我們，不可以再笑我們，不可以再侮辱我們。對不起啊，各位大佬，我給次機會，對不起。他們就覺得我就不尊重他們的時候，就希望教導回好我，誰知我就教不正。你之前呢報過單四人炒車批頭，原來還有下文的。先排粉嶺那裡有間茶餐廳，經常都有人叫外賣，但是錢回到來就全部變成陰屍紙了，老闆谷鬼氣，咪睇下咩料咯？點知鬼啊鬼啊！呢四條友死咗都繼續去打牌，整一爛到鬼。呢次正啊！我一定要整多條片，一定要寫到有仆街，得個仆街。太可惡啦！點解佢要咁做？點解係要笑我哋？我要佢為呢件事後悔一世。你講大話！我想亦都冇人試過會瞓喺啲路軌上面拍嘢，其實我開頭都係啲擔心，咁啊跟住咦見到個 PA 佢率先瞓咗喺個路軌度，佢冇事喎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攞呢啲料，佢整條更勁嘅爆例。人就好似杯清水，無論你有幾純潔幾清白，只要有一絲惡念，整杯水化成黑，人性
究竟可以几黑暗？佛家相信任何嘢都有灵性，无论系一朵花、一棵树，嚟到呢个世界，只要肯修行就可以得到。所以有人话老龟同老树系有灵性，但有冇听过一种树？好常见嘅一种树，特别猛龟嘅。而且大空部里面我就饰演一个在21年前已经失踪了的一个电影助理制片，叫做邓慧珊。这个女仔有一次去找警，就走入了一片蕉树林。这片蕉林这么大，应该导演要求。她走了很久，走了整天都走不出去。为什么出不去的？跟着在这个时候就遇到一个人了。堕失路啊，跟我嚟啊！呢一个人咧就会改写咗佢一生。嚟啊，食啲嘢啊！咁最难忘嘅一场对我嚟讲咧，就一定系呕虫虫嗰一幕啦。即虽然唔使我真系呕啲虫出嚟，咁但系因为都想有啲效果，咁就会有两只虫虫喺我隔篱行过，咁啲虫虫系爬得好快啊！終於俾我等到你，你會成為我嘅替身。唔好咁心急，始終有一日都可以爬出呢個門口噶。不過唔係今日咯。另一幕我覺得幾難忘嘅就係、是。我要俾人五花大綁啊！咁呢樣嘢亦都係我第一次做呢個嘗試。我求你，唔好殺我啊！時辰到啦！我係咪發夢見過你㗎？我求下你啊！而家得你一個可以幫到我哋咋。我答應你。咁呢個角色咧，其實曾經做過一件錯事。即係佢自己都唔知道個後果會帶嚟俾個 B B 報仇啦！我冇得食冇得著，我就連名都冇一個，我一直守護住媽咪，幫佢嚇走曬啲衰男人。講啊！卡米，我已經有女朋友，我哋分手啦！就係想佢揾到一個好嘅，然後結婚生仔，咁我就可以真正做到媽咪個女。媽咪，我係咪生得好似你啊？帶住佢，就係因為呢個男人。雖然你話喺度住咗咁多年都冇嘢，即係冇惡意噶啦。令我爸爸錯失咗投胎嘅機會，媽咪，我要你還翻條命俾我。我冇嘅嘢，佢都冇資格有。你睇真啲，我都係你個女啊！你淨係錫你生出嚟嘅女啊嘛。好。我而家就做你嘅親生女。點解我一日醒啊？唔係一日啊！喺迷迷糊糊間，連自己個 B B 都殺埋。我個女俾人捉咗啊！如果你問我有咩感受，就係千祈唔好做壞事。
呢個故仔咧就係講咧，當年70年代咧有一對姊妹咧被人謀殺嘅一個真實個案改編嘅。你同老哥自己中意嘅一齊固然好啦，嫁個雅咧就會俾人笑嘅。我個心裏邊永遠就係得你一個。家姐下個月結婚啦，你寫一條心啦。家姐呢一世都唔會同你呢個雅仔一齊噶啦。聽聞呢間屋咧就已經係封咗30多年嘅啦。737、739，咁738咧？咁喺呢30多年裏面咧，都傳出好多鬧鬼嘅傳聞咯。一定係人嚟嘅，我唔信有鬼。呢個角色對於我嚟講嘅挑戰就梗係要做鬼啦，係咪？我拍戲咁多年都係做人，未試過做鬼嘅咁樣。阿玲、阿芬，梁光宇嚟咗啦。咁同埋就好多呢個傷感嘅戲喺裏面咯，即係成日都要喊啦咁樣。任何人都會有仇恨，都會試過憎恨一個人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要杀人？如果这个世界不存在任何的法律，所有的罪行都不需要受罚，你会不会尝试杀人的滋味？人的本质到底是善呢，定要是恶呢？這個故事是講兩個孖生兄弟的情仇。正常兩個孖生兄弟接近一樣的時間出世，是不是應該條命很一樣呢？但是如果當兩個人一個很好一個很差的時候，可能就會命運比較差的那個會有些埋怨。好像上次喎，是嗎？是啊，有進步。多謝。阿叔，我喂埋你啊。你又想啊？唔好玩佢啦，佢女仔手未拖过噶。吓，咁你真系处男？而家做呢啲嘢嘅咩？你想话俾我听嗰个阿心姐系嘛？真系阿心嚟噶，佢着晒我啲衫出去蒲，唔关我事噶咧。阿心就会有你 account 嘅，嗰个摆明系你啦。唉，小姐你好醉咯。阿姨，走啦，走啦。阿全，你救我啊！擘大你小圓眼睇清楚啊！我唔係你條仔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我係廢柴喎，我係處男喎，你咪最中意處我嘅咩？嚇！我喺度啊！你處我啊！處我啊！出聲啊！處我啊！喂！到最後咧，直頭就殺咗阿哥咁樣。阿姨，我應承你，我一定會揾佢出嚟報仇。我負責的就是兩個故事，一個就是叫請仙，另一個就是叫做最後兇暴。全部人都來搞我們，我要你們死死死啊！而裡面的牽連就是將一個30年前的謀殺案裡面最關鍵的事告訴大家。上了你身，成功去了陽間，找出當年殺死自己的真正兇手。香港轟動的紙盒藏屍案並不是你們以為這樣的，你們知道件案的來龍去脈嗎？我不是梁思浩，我要你的仔。你才是殺我的兇手啊！我一定要報仇啊！我
怪冯丽琴啊！我死去到司徒展华，坐咗30年嘅冤狱。十集嘅大凶报，十个故事，十段嘅恩怨情仇，十种嘅因果报应，我哋会用最灵异嘅角度去剖析最息息相关嘅故事。我系梁思浩，主持咗灵异节目10年，总有几个故事令到我好难忘，好心寒，而呢个系我自己嘅故事。梁思浩做了很多年的灵异节目主持，老实说什么奇怪的事我都见过了，但我心里面一直都有个质疑，亡者已逝，其实为了拍电视节目而刻意撩鬼，对亡者来说那是不是一种尊重呢？就咁樣樣啦。佢點啊？係啦，跟翻呢度，跟翻呢度。師傅好簡單嘅啫，師傅又喺度，實冇事嘅。嗱，陣間咧，師傅就會同你開眼，然後咧就會喺你身邊起個結界，你就坐喺中間喺度開始玩碟先。呢間學校出曬咩猛鬼，今次效果實掂啦。我不犯鬼，鬼不犯我。唉，你哋咁樣刻意撩鬼咧？對啲亡者好似唔係好尊重啊！唔好啦，唉，思豪，其實你都明啦，我哋都唔係有心冒犯啲鬼嘅，只不過揾食啫。思豪，咁我而家同你開眼嘅咯喎。唔 OK。嚟。Good。再一次啊。Good。好。OK， 而家開眼。好，咁你阿師傅你就幫阿思豪開個眼先。OK。天黑之後咧就開始啦。OK。天为36教，地为72教，教教有灵，教教有灵。左转天地动，右转日月明，铁杖横打过，中间一点化为神。戚，OK， 汪玲，五、四、三。今晚呢集，我哋嚟到香港荒废咗30年嘅猛鬼学校做直播。我哋亦都会用请仙嘅形式，将呢度学校嘅所有灵体请出嚟，而同佢哋接触嘅。喺日战时代，呢度系乱葬岗，亦都有话有位少女叫黎妙雪喺呢度玩碟仙之后失踪。傳聞佢遭遇不測，喺度陰魂不散。我哋今晚睇下請唔請到佢上嚟。碟仙碟仙，誠心邀請，請你到位。未有动静，继续做。碟仙碟仙，诚心邀请，请你到位。嚟咗啦。你系咪已经嚟咗啦？碟仙，碟仙，请问你哋有几多个灵体啊？3个。之后继续问。问我哋要嗰条问题。问啊，问个碟仔啊。喂，啲问题唔问得噶，碟仙大忌嚟噶。依家直播紧啦，我梗系要问啦。别问了。
碟仙，碟仙，你是怎麼死的？呢次麻煩，隻嘢明顯不喜歡我哋咁問，而家開始犯惡。唔係，咁佢有冇危險先？可以睇定啲先嘅，你為效果嘛。出事了，現在救得人未啊？救過未啊？得救咗人先講啦。玉峰五雷眾神，隔住四方邪神速退，歸位。得未 ？OK 啊。喂，師傅，師傅，師傅，入嚟，喂，救人啊！喂，過嚟啊！喂，唔好應啊！喂，救人啊！喂，扶起佢啊！師傅。唔好翻，梁少起身，佢嚟啦，攞水嚟啦，师兄唔好翻，起身，冇事冇事，起身，好，快啲饮水先，饮水先，饮水先，冇事，快啲，起身先，饮水饮水，好啦，唔好留喺度，喂，快啲扶佢走 ，keep 住走 ，keep 住，唔好应啊，帮手啊，走啦。睇住啊 ，Vincent， 你扶少爷休息先，知道，小心啲啊，得啦，唔该 ，Vincent， 哦，知道，我自己睇下得啦，唔该。点算啊？喂，仲有一分钟翻嚟啦，佢去咗边啊？真系揾唔到啊！咁再去揾啦。我晕咗几耐啊？点解会日头嘅？导演，师傅啊，喂，喂，喂，点解冇晒人嘅？你哋喺边啊？啊！师傅，导演啊！师傅，导演啊，有冇人啊？师傅，导演啊，有冇人啊？有鬼啊！仆街！仆街！仆街！有鬼！
留人門，留人門，封鬼路，封鬼路啊！留人門，留人門啊！封鬼路，封鬼路啊！黎妙雪，幻蝶先失踪个女仔，佢真系死咗喺呢度。我唔想，唔好意思，打交晒。师傅有鬼啊！呢度有鬼啊！师傅有鬼啊！鬼啊！师傅去咗边啊？究竟做咗一直播唔见咗人，唔系真系出事啊嘛？玩咗咁多年，我哋都冇嘢，即系点啫？我仆到含遗水，冻第二牙，呢一个系一个大空嘅卦象。佢入咗去，吓入咗去，即系边啊？人死之后投胎之前，灵魂会流离喺一个叫中阴间嘅地方。嗰度既唔系地府，亦都唔系人间。嗰啲因为自杀而死，或者枉死而唔心生嘅亡灵，佢哋会一直停留喺个地方，直至到佢哋揾到替身为止。吓，你意思即系史浩被鬼捉咗，而家喺中阴间。今次玩大咗添。你是人？你可以叫我阿雪。黎妙雪，幻蝶先失踪个女仔。你是黎妙雪？你睇过啲信啊？呢度咩地方嚟噶？中阴间、人间之下、地狱之上。我死咗啦！你有影噶？点会死咗啊？我冇死，咁我点解会喺呢度噶？我一擘大眼就已经喺呢度啦。你俾佢哋捉咗入嚟咯，佢哋想要你嘅肉身啊！佢哋？边个佢哋啊？你头先见到嗰啲咧？你都是被他们带进来的。我自愿进来的。我已经很厌倦人间了。你宁愿放弃原有的生活来到鬼的世界？你不觉得鬼的世界很恐怖的吗？是你们才会觉得鬼恐怖的。其实有时候人可能比鬼更加恐怖。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成日都被同学欺负。冇朋友，老師唔信我，翻到屋企啊，連啲屋企人都唔信我啊！我以前嘅唯一朋友就係嗰只會陪我玩嘅碟仙。既然喺人間生活得咁辛苦，咁點解我唔去鬼域同啲鬼做朋友啫？你屋企人以為你失咗蹤，一定好傷心噶。佢哋冇人會關心我噶。不如咁啦。我带你见我啲鬼朋友啊！唔系啊嘛，唔使惊噶。
佢家姐啊，死咗四十几年噶啦。佢以前系呢间学校嘅学生嚟噶，可惜啊，出咗一个喺度教书嘅阿 Sir。师生恋啊？之后阿姐发现自己有咗阿 Sir 嘅 BB， 谂住同佢讲啦。其实佢都冇话想要啲咩噶，因为佢真系真心中意对方嘛。点知个阿 Sir 知道咗之后，即刻同阿姐划清界线不得止，仲因为惊佢讲出去，于是喺个课室嗰度杀咗阿姐灭口。四十几年嚟，阿姐都冇怪过阿 Sir， 只不过就日日喺个黑板嗰度念念有词写血书。行啦。做咩啊？好惊啊！佢叫思雅，系呢度一个女 miss 嚟噶，死咗二十几年啦。二十几年前，思雅有一晚喺度改簿嗰度好夜，点知就俾附近一班山贼劫杀咗。二十几年，思雅都死得不明不白，于是咪喺度徘徊咯。佢哋全部都系俾人杀，含冤而死。咁你话啦，究竟鬼得人惊啲，定系人得人惊啲啊？香烟沉沉，神必降临。香烟插起，神通万里，躬身拜请。师傅系咪咁样就得噶啦？一眼看正天，十八罗汉在眼前，千年容少出骨，万年容少生根。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即师傅而家喺中阴间，嗰度唔系人应该去的地方嚟嘅。除非你的八字能够跟死者相配，否则一定会被鬼上身。我们现在要尽快救回出来。嗯。不好啊！救命啊！你不应该来这里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老南，不是你害我们的，你冷静点。他们个个都一样，他们个个衰人来的。我認得你啊！你做電視噶嘛？你個個為咗自己，乜嘢都做得出噶啦，係都要嚟搞我哋，你咪好鬼見鬼啊！你一見到未啊？南無佛南無三昧三菩薩，悉能達菩薩，故卡利俊利準提娑婆訶。南无佛陀南无三宝三宝陀，智智能达智陀，悟卡利俊利准。师傅会招翻我哋翻去啊！南无佛陀南无三宝三宝陀，师傅会收咗你噶，走啦！师，你带佢走啦，快啲带佢走，快啲带佢走，智智能达智陀，悟卡利俊利准。南无佛陀南无三宝三宝陀，智智能达智陀，悟卡利俊利准。提娑婆诃，南无佛陀南无三。人嘅血系可以用嚟通灵噶。萬一被靈體沾染到，哪怕只係一滴，對方都可以附身喺你肉體上面嘅。南無佛陀南無三昧三菩提，諸智能達菩提，悟卡利俊利準提娑婆。南無佛陀南無三昧三菩提，諸智能達菩提，悟卡利俊利準提娑婆。南無佛陀南無。終於明白，人比鬼更恐怖。南無佛陀南無三昧三菩提，諸智能達菩提，悟卡利俊利準提娑婆。南无萨陀林三藐三菩提，智智能达智陀，悟卡利俱准提娑婆诃。南无萨陀林三藐三菩提，智智能达智陀，悟卡利俱准提娑婆诃。南无萨陀林三藐三菩提，智智能达智陀，悟卡利俱准提娑婆诃。师好，停手。师好，俾人上咗身啦。唔可以繼續落去啦，太危險啦！我而家即刻救佢出嚟，行開！普天大雷公，霹靂震虛空，總兵三千萬，萬斬在雲中，上立天罡圍，下立居功中，若有強神不護者，五雷調轉火龍衝！普天大雷公，霹靂震虛空，總兵三千萬，萬斬在雲中，上立天罡圍，下立居功中，若有強神不護者，五雷調轉火龍衝！師傅。师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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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揾到啦，揾到啦！志豪，乜事？志豪，师傅，得啦，佢冇事啦，俾啲水佢饮啊！志豪，阿芝，志豪，思雅，点解思豪会霎时之间唔见咗嘅？思豪，醒下，思豪，你冇事吗？咁如果思豪喺度？頭先翻去吹嗰個邊個嚟噶？睇住啊！睇住！師傅啊，我拎支水俾思浩先。好啊。頭先裏面究竟發生咩事啊？你啱啱俾謝尚嘅失望。如果我估計冇錯嘅話，你係特登將啲血灑喺佢嗰度，俾佢上你身。點解你要咁做？黎妙雪嘅故事未完結，我梁霄嘅故事亦都未完結。下星期就會正式進入大空部的迷離境界，在我帶領之下體會十段宿命的故事。如果要用一單完美的殺人案來做橋的話，金植吾區歸故土，他朝君體也相同。插住聲，一定係哇一聲啊！痛到黐人牙嘅，粉紅色唔辣嘅，粉紅色唔辣噶。你騰後嗰時只腳咧，我咬咬，咔一聲扭到個菠蘿蓋，坐一陣，鬆一陣，鬆下先。